红酒。红酒那肯定不是，它红酒它整个就是一个，啪就是一个巧克力。好，我们如果猜它是不是直接拿过来这么巧？洗浴中心都快打烊了。放蜡烛底下的那个托儿会是吗？你才是托儿。你就是那个托儿吧，舒燕。这肯定不是啊。这弄不了了，今天真的。弄不了，真的弄不了，太难了。连续错了三次之后，就完全就懵了，你的眼睛没有辨别能力了。你们再不选，我要喝那个红酒了。我差不多也到点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干了。谁也别拦我，好吧？我醒都不用醒，因为我已经醉了。